现在来介绍指数函数。指数函数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 f of x 的话呢，这个 x 的话呢，是放在这个数字的上面。那这种的话呢，我们就称为是指数函数。这个二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叫做指数函数的底，叫做 base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它是怎么对应的呢？函数就是一种对应关系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。 我们把 x 的话呢，是零的时候会对应到几呢？是一，二的零次方是一。那这个地方如果是一，那同学知道这是要填几呢？二。那如果是二呢，这边要填几？二的二次方是四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，如果三呢，那这边要填几呢？二的三次方是八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再进阶的来说的话呢，如果这个地方是。 负一，各位同学的话，知不知道这里应该填多少？二的负一次方，同学应该要知道了。负的次方就叫做分之一，这边就变成了二分之一。我们造成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对应。那这个对应的话呢，是一个一对一，而且是应成的对应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来想一想，既然它是一个一对一且应成的，那么它就一定存在一个反函数。 反对应回去，这个叫做指数函数。那么我们反对应回去的话呢？来，我们来看看对应回去会怎么样呢？对应回去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要写一个负一，1, 这个次方的上面写一个负一。1, 这个字，各位同学不要念 f 负一哦，我们要念的是 f inverse，inverse，in 它的意思就是它的。 f 的反函数，我们给它一个定义，叫做 log log。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底，这个底是二，这个底就是二。那么我们这样对应回去，各位同学看一下，我们把八对应到三，把四对应到二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就可以这么算了。我们做简单的一些运算，log 如果是二为底，我们写在下面。四，各位同学知道是多少吗？四对应到几？ 我们的话呢，再来问问各看各位同学，八这是要几填几呢？八的话呢，log 二对应到八的话呢，对话会对应到几？三。那么各位同学想一想，这是不是怎么算的、啊？这个三三八是二的三次方。那么我们顺便考考各位同学，如果说这里是写三十二，那么请问同学的话呢，应该要填几呢？应该要填五。 没错，那么我们的话呢，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，log 二。如果说你看到的这里是一，那各位同学这边要填几？如果这里是一，各位同学想一想，一对应到几呢？一是任何数的零次方，这边要填的是零。现在我来看一下，我们换一个底来试试看，这个也是一个指数函数，但是的话呢，它的底是十。 那我跟各位同学说的话呢，这个十的话呢，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比较重大的，因为以十为底的话来说的话呢，我们是十进位，我们习惯十进位，十为底的话呢，它的反函数的话呢，这边也是十，我们称这种对数叫做常用对数，这是有很多的应用的部分。那我们以后我会陆陆续续的教各位同学。那我们来看看它对应的状况，零对应到一。 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不管是底是多少，零都会对应到一，然后一呢对应到十二，对应到大家来想一想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百十的二次方是一百，它们增长的非常的快。那各位同学再看三是多少？一千，哦，它增长的非常的快速，它只这边只增长了一二三。 这边就增长了一百一千，好、哦，这个很快很快。来，我们再看看负一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一样的，我们练习一下，这是几呢？十的负一次方是十分之一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还是一样的，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小小的练习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log 十，10, 它的话呢，这个这个十这个十指的是它的底。 叫做 base，那这个一千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真数。那么这个答案是多少呢？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多少？是三。那么进一步来说，我们的这个底绝对也不是只有十，只有二。我们的话呢，可以做任何的题目的当做当做我们的底，只要这个底这个底的话呢，我们只要是正的。 不要一就可以了，因为一的话呢，当底的话呢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让各位同学练习一下。如果这个底是七，那这个地方是四十九的话呢，同学能不能够看得出来这题答案要多少呢？那不熟悉的同学，你们千万不要写七哦，七七四十九，它绝对不是除法，是四十九是七的几次方呢？二次方。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可以试一试。如果这个题目是 log 五为底，这边是一百二十五呢，那么同学的话呢，知不知道它答案是多少的？它的答案是三。刚才我们说到指数函数，它的话呢增长的非常的快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y 等于二 x，我举这个例子的话呢，让各位同学参考一下，它的话呢是一个。 增长极快的一一条曲线，那 log 呢？它的一个反函数，它的反函数的话呢，我告诉各位同学，它的图形的话呢，是对称在 y 等于 x 这个四十五度角线的，它是一个相互对称的，它也是一个增函数，但是它增长的非常的慢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如果说这个底的话呢，不是二。 不是三，不是十，如果底的话呢，比一还要小的话呢，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看它的对应关系。如果说它是零点五，我们举这个例子，那各位同学看一下，零点五的话呢，我们不习惯这样写，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二分之一的 x 次方。这样子，如果同学觉得比较习惯的话呢，这样的写也 OK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对应的关系。 左边的话呢，x 的话呢，零的话带进去，它会变成了二分之一的零次方，它还是一。那一带进去呢，二分之一；二带进去变成了四分之一；三带进去八分之一。那各位同学来想一想，这个函数的话呢，它是不是随着 x 越来越大？ 它反而会越来越低呢，所以它是一个减函数，越来越低的。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 log log 的话呢，它的对应的话呢也是,也是颠倒过来，它也是颠倒过来，它也是颠倒过来。所以的话呢，我们来顺便把这个地方填满。来，负一的话呢是多少呢？负一反而会变成了二，负二呢？ 反而会变成了四，哎，这个地方变大，这个地方越小，它反而会越大。我确定它是一个减函数。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准备去看看，如果说这个底是比一小的话呢，它的图形是长什么样子？y 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x 次方，它的图形的话呢，刚才我们的话呢，用了这个函数的这个数字去验证了以后。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减函数，它的话呢，减函数的情况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会越来越接近 x 轴，是怎么看的呢？我们来做一个解释，y 等于二分之一的 x 次方，那各位同学想一想，随着 x 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的话呢，x 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，那这个地方二的无限大会变成无限大，所以它会越来越靠近谁呢？ 会越来越靠近零，所以当 x 是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，它会越接近零。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个这个水平线就是我们所谓的渐进线。那 log 的来说的话呢，它的反函数它也是一个减函数。那一样的道理，它是对称于这个 y 等于 x 的这条四十五度角的。 这条线，那么这两条线的话呢，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了，就是说，当底数是小于一的时候，它都是一个减函数；当底数是比一大的时候，它通通都是一个增函数。这个图形的话呢，是不不一样。那我们这个这个部分就介绍到这里。